那些岁月曾经在你脸上留下的痕迹。妈，误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拒绝化解。我真的想你，我试着去努力，不让你会担心。谢谢你无私的给我勇气。虽然我妈到现在还没有松口，但我和雨晴都支持你们俩和好。心里想着你，却不能紧紧抱住你。每次听见你的声音，就想回到你的怀里。你给我所有的鼓励，保护我不会受委屈。但你却儿子不希望您用恨来填补这三十年。儿子希望您幸福快乐。落地半天了，又没动静啊。他今天有台大手术，应该在忙吧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咱们空政组那几个小姑娘嫁男朋友是早早的就候在机场了啊，衣服都没换就给拉走。你说你们家这徐医生吧，反正我是没见过他接机，你说你是不是得好好调教调教。但他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救死扶伤，要天天来接我，那我还不喜欢了吗？真是听不得儿一点他不好哦。哎，你下手术了？我跟你说，别怪姐们儿我没提醒你。你说到现在连证都没领，你说你是不是得精紧点啊？哎，郭雨晴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一回信息就找不着边了，让你乐的。说我这两个手方便啊。行啊，我给你做人肉导航好不好？哎呀，没想到在有生之年啊，我还能在关机长脸上看见痴汉笑。啊啊，痴汉笑啊，懂？那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丑。没说啥，就问候一下，还不好意思哎，这是。啊，来了。小兰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有一个人，我想让你见一见他。谁呀？你好，秀兰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，秀兰姐，当年的事儿，我想亲自来跟你解释清楚。我呀，不想听你解释，也不想见你这个人。秀兰啊，赶紧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！秀兰，我也是专程飞过来见你。你什么意思，高经理？还专程，干嘛？我敲锣打鼓欢迎他回来，他算什么人？走走走走。秀兰，你听我说一句啊，你心里面的那个结必须把它打开。我想跟你重新来过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听一听他怎么说，好吗？当年，我知道我老公跟我最要好的闺蜜出轨后，我的天都塌了。不想活了，我想自杀。我跳楼被高院长看见，是他救了我。他知道我的情况后，他一直在开导我，安慰我。他说了每句话都是那么的温暖。那段时间，他成了我生命中的支柱，我特别的依赖他。我希望我每天都能见到他，我希望他每天都能跟我说说话。你明明知道他有家庭，结婚了，有老婆孩子，还跑到他们单位去闹，跑到我们单位去闹，跑到我们家去闹，知道不知道？你这样真很不要脸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当时我也不知怎么了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一门心思的想跟高院长在一起。我明明知道高院长对我的关心
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心。我自欺欺人，我活在自己的幻想中，一直在闹到你们离婚为止。我以为这下我有机会了，我拼命的去找他，纠缠他。秀兰，这就是当时我们离婚以后，我选择去员外的主要原因。我当时只能选择离开，越远越好。后来，我家人发现了我精神有问题，就把我送到了国外。我在国外也调整了几年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我也重建了我的家庭，我结婚生子，过得非常的幸福。我也怕我的老公知道我过去的一切，所以这些年高院长找过我这么多次，我也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躲避他。今年我看到了一封邮件，是高院长发过来的，说儿子要结婚了，他想在他儿子结婚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他想和你一起参加儿子的婚礼。秀兰姐，这么多年我知道我错了，你们一家人应该团聚，所以我才鼓起勇气回来见你。秀兰姐，高院长，我对不住你们，我破坏了你们的家庭，让你们离了婚。我这次回来是真心实意的求你们来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原谅你。你的家庭破裂了，你无法面对了，你就疯了一样去拆散别人的家庭。我永远忘不了你跑到我们单位把怀孕的化验单扔在我的脸上，大庭广众之下你说你跟高经理在一起了，你说你们有孩子了，你们是真感情，你逼我离婚。你化验单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什么是假的？化验单是假的。化验单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高建玲，秀兰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当时郭燕她姐姐怀孕了，她就央求她姐姐帮忙做了一个孕检。院长跟我什么都没有，梅院长是清白的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俩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，都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。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秀兰姐，三十多年才说这些，我爹呀，爹呀，对不起，秀兰姐，对不起，都求你原谅我，对不起，你给我住嘴，你的一句对不起，你的一句对不起，能弥补我们家三十多年的时间吗？你能还给我三十年的人生吗？你害得我们家家破人散啊！我跟高建林离婚的时候，我儿子才1岁，我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太恶毒了，你太恶毒了，你太恶毒了，恶毒的简直不配人原谅。走走走走走，离开我家。对不起。
起，刁难过人。我都三十年，怎么会秀兰，我知道你现在想静一静，我就在外面啊。你什么时候出来，我都在啊。秀兰，大中午的叫我来干什么呀？最近忙什么呢？你这还没过门呢，又开始行使解雇权利了啊？怎么着，是替我爸管着我呀，还是替关雨晴出气呀？我们俩能好好说话吗？忙什么？忙着活呗。哪天要是累了，不想活了，指不定就给自己一刀，一了百了了。我见识过你的胆量，你下不去手。你找我来就故意找茬是吧？用尖刀插入胸膛，首先感觉到的不是疼痛，而是恐惧，然后身体有冰凉的感觉，因为你的肋间血管和肺被刺破，大量的鲜血会狂奔而出，占满你整个胸腔。你胸腔内的负压被破坏了，你的肺会迅速被压扁，大量的血液也会进入同样被割破的气管，这个时候你的嗓子会发痒，但是咳出来的却是有着鱼腥味的鲜血。血液是热，可是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冷，你的视线开始模糊，感觉变得迟钝，就像整个世界在远离你。你的灵魂会向上飘，你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，这时候后悔就晚了。回来了，跟我去个地方。不是，真这么吓人吗？啊，那差别的地儿呢？你秀兰，你是搞调解工作的，为什么一轮到自己的事情你就反而这么急躁，这么武断了呢？你没有资格说我。我徐秀兰一辈子，我行得正，站得直，包括你当年出轨的事儿，我没跟儿子提半个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想留点面子给你，免得儿子看不起你。哭什么鬼呀？那件事情我已经反反复复地跟你解释好几百遍了，那纯粹就是个误会，你就不能相信我吗？当年的事情咱们不提了，不提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调到雁西医院那是组织上的安排，不是什么处心积虑。我了解清风的梦想，他的梦想就是要在雁西成立心脏移植中心。醒了，没有，我醒了。不是你这样睡多不舒服啊，戴着眼镜。舒服，我习惯了。哎，秀兰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没有没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哦，你说你说。啊不，你过来，坐下说坐下说。心里想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啊，千万别憋着。我好好想了一下，我还是恨过燕儿。是，他对咱们家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我更恨我自己。我恨我自己，说我自己当时太骄傲太固执了，把那面子看得比天大，所以我能够对你信任一些，耐下心来听你解释，也就不会让咱们家30多年这样分离，而且不可能30多年没有爸爸，所以我恨果然更恨我自己。秀兰，千万别这么说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非常后悔。如果我当初能够再耐心一点，耐心的跟你解释清楚，努力的让你明白我的心，那么咱们一家三口就不会分开这么多年了。不赖你，是我太置气了，真的，我太置气了，我始终不肯坐下来说跟你好好的聊一聊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首先要提出离婚，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徐秀兰不要你高建岭的，我这样才能挽回面子，全是我的错，我真的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儿子，是我错了，真的是我错了。秀兰，你可千万不能责怪自己呀、啊！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出现任何问题，它都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责任。还好，这个心结终于打开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啊！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不想浪费了。我们要把我们失去的那些日子，全部都给弥补回来。你我还有咱们家清风，咱们一家三口又团聚了，那就是咱们现在最幸福的日子啊！不好的事情啊！啊！嘿，怎么着？让我去给120开车当司机？不是当司机，去抬担架。你让我去抬死人呢？是抬需要救治的病人。我有同学是急救中心的主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，只要通过培训和考核就能正式上岗。我就知道你能给我介绍什么好工作呢。关志雷，你到底想让你爸妈替你操心到什么时候？尊重和信任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哎，倒回去我再看一下。
能不能别看那平板了？眼睛还要不要了？赶紧吃饭。哦。来，谢谢。吃烧饼吗？我不吃。包子呢？吃，大早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怎么慢慢吞吞的呀？赶紧吃完上班呀，不怕迟到啊？我10点的手术，我11点才开会。哦，那不急。妈，哎，你早上没煮到时候啊？是吗？着急了吧？没有啊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您要有事儿，您忙您的，不用管我们。没有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就看你们平时火急火燎的，突然你们一放话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不急不急，你们俩那快吃。难得我们可以慢慢悠悠的吃个早饭，不用着急，阿姨，慢慢悠悠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嗯，才8点多，我9点左右来得及。啊，是来得及。慢点吃啊，不着急。嗯，好。哎，吃点这个，妈拌的这特别好吃。你煎点花生呗。哎，好。妈，谢谢。你也吃。嗯，你不管我。嗯嗯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你别着急，慢慢。对对对，我慢慢的。嗯。妈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路上慢一点啊。哎，阿姨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。路上慢一点，注意安全，离11点还早着呢。上这儿来拍，这个背景挺好看的哈，你看，啊，好看，哎，这个好看，可以发朋友圈这个。我天，还真走了。嗯，谁呀？让你猜猜我是谁？老高。你看，松手，松手，快点！我就不松手。来来，松手，你松手，松手！哎呀，这么多，不松手！你快点松！我松手！我生气了啊！哎，你别生气呀！多大岁数了，这弄个小孩的玩意儿？大岁数啊！我们现在这个岁数正当年，你看看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我给你发微信让你回去吗？那我不是也给你回微信了吗？我说我会一直在这等你。这么多找麻烦，不麻烦。秀兰，咱们已经错过35年了，时间紧呐、啊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恋爱。你松手，这么多人看着咱们呢，快快快，给我看吧、哎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正常谈恋爱，我怕什么？小点声，不用小点声，你小点声。好，我小点声。多大岁数啊，谈恋爱？多大岁数啊？啊，再说了，那谁说岁数大就不让谈恋爱了啊？既然我们可以重返校园，那我们就可以重走青春路，好好谈恋爱。走，来，带你玩去。走，郭总，来来，哈哈，来来，哈哈，蓝蓝蓝蓝蓝蓝的天和白云。真好玩。不是，这都是小孩玩的。我们不是小孩，我们今天就小孩了，怎么了？干什么干？我们小孩，谁也不用拍谁啊！来来来，小孩，小朋友，玩。别晃，别晃，过过过过过。哎，玩啊！我教你怎么玩啊！啊，哎。发微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到现在不回我。我也给高院长发了信息，我问他在忙吗，也没理我。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在约会啊？很有这个可能。哎，虎子无犬父，我爸本来就是个行动派，这会儿他要是发起总攻，我妈还有点失手了。那你是不是行动派啊？不是说了吗，
是胡子。今天家里也没人，要不然上我那去吧。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没人，为什么去你那儿啊？那万一待会儿你妈回来多不尽兴啊！有道理，走吧，听你的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你不知道啊？行，你快点。这事儿快得了吗？磨叽。让你看看我的实力。行。哎，跑了。再讲，喂，你不让我一下啊？要让让让让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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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在天涯，不是说放下就可以放下，再回首。真的，我的心脏，我心脏受不了，咱走吧。适应一会儿就受得了了。别走，别走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你看看，大伙儿都挺好的啊。我接个电话啊，接个电话。停电了啊！停电了！停电了吗？哎，没人呢。又上哪去了？他说上课去了。七点就上课呀？你说他要真跟我爸谈恋爱，我不反对。但是他要因为谈恋爱而逃学，到了期末咱俩有脸去开家长会吗？反正你去我不去。你不在群里给他签字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你妈要真的谈恋爱了，我还挺高兴的。你看他现在每天美滋滋的、乐呵呵的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看我的眼神都温柔多了，多好啊！这倒是。你不会就喜欢他管着你吧？对呀，我妈终于把我放养了。哎，
像不像我妈那个？你妈这样的啊，我不管了。在这边，这边。你是患者家属，我是他邻居。病人在哪儿？病人在楼上。雷子，把家伙事都带上。哎，好嘞，走。你快点啊！哎。患者，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患者无意识，有可能是心梗导致的昏迷，输入静脉输入。好，建立静脉通路，快点。好，好。静脉通路建立，上报销。好，口腔没问题。没问题。静脉脉搏恢复，可以转达。叫人抬担架，就转送担架，担架。赶人过来，你叫几个人？快，大哥。一、二、三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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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，来，我先出去。来来来来来，走，往这边来，慢一点啊。雷子稳住了啊，哎，稳住，稳住。哎，慢点。好。哎，那你让我先出，让我先出，我先出。哎呦我。大腿举高了那个，好好好，前面那个抬平稳了啊，小心抬阶，小心抬阶，三点啊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慢点慢点，来，从这边过去，来，再往前，再往前来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大东你先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慢一点，走，好，好，来，听我大夫，走，先测一下，好，来。自己能不能起来啊？就是喝多了，这回有经验啊。来，没事了啊，扶他一下啊。你跟谁呢？累的都直不起腰来了，干啥呀这是啊？哎呀妈呀！慢点喝，别呛着。慢点。刚开始干担架工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慢点啊，别呛着。我快心梗了。干这个哪有不受累的？大小伙子怕啥呀？以后慢慢就适应了。我他妈适应不了！哎，不是，还没长大，还不知道适应不了，也得适应这个道理，慢慢带吧。徐劲放，看看，啊，老他妈不干了，你是不是耍我呢？啊，这工作又臭又累又脏不说，吃饭都没个饭点，我下午5点才吃上中午饭，一天不是在路上颠着我，就是在抬担架，我腰间盘都突出了，好吧？牢骚发完了吗？你想听啊？想听我能发一天？真不想干了。不干了。好，干与不干你自己拿主意，我还有个手术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个数字，你上了4天班，一共救了17条人命。你说什么？
哎，就来。 打了120啊！电梯坏了，走楼梯。 炖一只老母鸡，来一个红烧排骨，再炒俩素菜，行了。嘿，高峰瞪的。这些日子啊，我看咱们宝，脸烧了一圈，心里还真挺心疼的。哎呀，你这话让我听听就算了，千万别让儿子听见，别到时候他又觉得你在给他撑腰，在打了退堂鼓。知道，当着他的面，我就装没看见。哼。哎，你说。 他整天跟清风闹不对付，这清风给他介绍个工作吧，他还挺上心的。
正好借这个机会啊，也让他磨磨他这不着调的性子。哎，陈科下猛药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这回绝不能半途而废啊。快救救我老公！患者什么症状？他心脏病犯了，吃了速效救心丸都没用。患者门前有出患吗？心肺复苏，好，心电图，雷子，声波球。哎，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我！我们尽力。注意，记住。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！上担架，上担架，在医院。儿子，别玩了，快送你爸去医院了。一天到晚去医院，你一个人去就行了，忙着呢。去医院了，别玩了。走，走，老胡拿东西，我来拿。太感谢你们了，今天多亏了你们。然后你看咱这边费用怎么结？先去挂号处交费吧，其他费用跟我到车上结。